刘子光于2009年10月失踪，之后音讯全无，后经公安机关核准，宣布死亡。所以你到底是谁？不报安良，官服正义，高祖坡的三剑客。八年，你上哪儿去了，孩子？八年连我自己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。来来来，干杯！纹身、刀疤、弹孔，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很早就认识？大案非儿戏，一旦出差错，后果很可怕的。对自己的案子负责到底是警察的天职所在，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。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，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我不死，你们只会逼死我爸爸。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扛。我不管我在你心里头是什么人，但你在我心里面是一辈子要保护的人，在我心里就像一个英雄。我们放了，兄弟们，全都给我上！我怎么救你？我怎么救你？做错了事是要付出代价的。